今继续要来看是这个翠安国家队的成员，嘉里科技公司进口到中国的翠安，掺染到生命者翠安内卖，引发到社会不满。今仔日开始来接受到退货，也唔过敢那限定。当初直接到公司去购买的民众，若是透过药房，或者是伫网络顶购买，拢爱直接找经销商来退货。用车载来，因为之前买家己嘴暗伤济，有两大袋四十盒，佫无包括容器的十盒，即马拢载来要退货。我从三重来带了四十盒，非常不安心，所以才来换。因为疫情较紧张的时候，有真个民众直接来家己科技买。即马发生讲业者买中国嘴暗南地甚物一个嘴暗，虽然因强调讲这阿妈装拢是台湾制，因为大家意愿真生气。跑来这里当海员啊！但是也要换啊，因为我们带的不安心啊。退货是为九月初九到十月初十，敢若现定伫工厂买货，若是透过邮局，也是网络买，都爱找经销商，一边退五块，然后勇气都无算啊，什么是小不关嘛来开站。家己头家透早就到公司拜拜，面对记者，你问拢无讲话，后来就一车离开。业者嘛到新北市劳检处接受调查，被发现讲外籍劳工加班时间超过一百点钟，虽然有发加班费，不过依然违反劳基法，劳检处会甲开罚单。单月的加班时数不可以超过46小时，劳工整个月都没有休假的情况。较早是国家队英雄，即马煞好国家调查。